韩国男团 JYJ 成员朴有天上个月卷入涉嫌性侵案，先后被四名女子起诉他在洗手间内性侵，其后首名的报案人撤销起诉。而上个月29号，韩国 TV 朝鲜播出的节目《强敌门》中，时事评论员李凤奎爆料指，上个月4号发生的涉嫌性侵案当天，同场的还有其他艺人。节目播出后，网民疯狂对号入座，令近期上位的宋仲基和朴宝剑无辜中枪。而 TV 朝鲜日前据说访问了首名报案人，该女子表示当天现场只有朴有天一个是艺人，而警方接受 TV 朝鲜查询的时候也表示，同场有其他艺人这个说法只是传言，目前无法调查是真是假。但是警方就称四名起诉朴有天性侵的女子的口供都没有提到现场有其他的艺人。另外，朴有天上个月30号首度现身警署接受近8个小时的调查，警方指当时已经采集了朴有天的 DNA， 会跟首名报案人提供的精液内裤中的男性 DNA 做比对。警方表示 DNA 比对预计1个星期内会有结果，那就是本周内，而比对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案情的走向。